清晨。我怎么到死都逃不过你啊。松开我。死里逃生不应该拥抱吗？死里逃生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遇险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有此事发生。你们母子二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，我才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。我师父师姐他们已经平安回靖王府了。现在你养好身子最重要。养好身子你是怕我死了你就没有知觉了，没有办法好好的享福了。我对你来说就是个工具人，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要知觉有何用？认识你之前我的确不知冷暖，不知香甜苦涩，不在意世间万物，不在意爱恨得失。可是你的出现将我的感官唤醒，将我心中隐秘的情愫通通唤醒。我虽说不清究竟是不是为了我自己，可你若遇险，我只想不管不顾地去到你身边。现在，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失而复得的感觉。一个对人情冷暖世间万物都不在意的人突然有了失而复得的感觉，难道他的心真的开始有了温度？放开我，松开我。契约里规定了不能随便触碰。契约还规定你我需牵手入睡。